英俊，哎，菊宝，菊宝，哎呀，英俊，还替菊，哎呀，替菊宝答应呢，你们都在门外守着干啥呢？嗯，哎呀，英俊，今天话怎么这么勤？嗯，今天是说唱歌手啊，菊宝，哎哎哎，刚才喊你。才上来，那红军都替你签到好几次了。我在库房里给你们兑猫粮了。哟，大灿灿出来啦。走，放猫粮。哎呀，这儿，这里的其实猫粮还有很多呢，主要是往这个里面放，这里面可以放很多猫粮。兑了这么一桶猫粮，然后盛出去将近三分之一给楼下的猫。进来，起来了，去李宝，我家不单纯喂一种猫粮，怕一种猫粮如果真的质量不过关。就把所有猫都坑了。英俊，英俊好像知道这里是猫粮了，所以不感兴趣了哈，也不跟着走了。这屋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些呢。猫多嘛，猫粮就得多买多放。对。这里不仅有猫粮，还有冻干小饼干。不看看里面猫粮了？今晚可可爱，天天叽叽喳喳的，没有愁事似的。英俊来，扒墙头看一看，不扒我就拉走了啊。这个猫粮桶里下边有轱辘，有轱辘，还是挺方便拉着走的。好像中午阳光好一些，这屋有点热，大部分猫都不爱在这屋待着。晚上时候这屋待的猫的多，续点吧，续点，有点冻干，来，好看，吃吧，冻干，你爱吃冻干。这楼下三只猫待着。守着楼梯呢，哼，干啥呢都？油漆疙瘩装腔作势的，还在最高处趴的，你根本都不敢进来。那菊宝要下去，路易要上来，你看你俩交换人质啊？我退了啊，我拉着猫粮桶，我再返回库房，从哪里来，我将要到哪里去？闪闪，你把胖虎都。你说你老这么打了，你给自己和胖虎都打瘦了，打的你俩总是有那种，你有病啊，这是偶像，哼，这你成小泼妇了，你妈是大泼妇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娘俩，我看菊，咦，你看菊宝从那过，你咋没打呢？你偶像从来不带惹你的，宝宝。嘿嘿，好看，你吃完辣，冻干太少了，不够他咪吸的，再找几个冻干给好看，好看，给吃吧。我家大部分猫都太爱吃冻干了，所以这个猫粮里就算原来有冻干，但是也得给它额外的再投入一些冻干给他们吃。放库房了。